真够多的主角，好激烈啦！好激烈。
咱在咱重庆城咱这个领土上面是来咱叫吼，这个产业吼，这个产业作为咱重庆城的大地产之外，咱的辛苦，咱的辛苦。沙马做料师。上高山的我们的人工江，关于好地的中原国家，从长期不断的用水库存在，上山地方关心我们的平安。咱重庆名古的精髓，把人民心中的星空再现，把大平安地区重庆的来。Thank you.